刷上去的话跟我下路好像关系不大。是的，确实能抓吧，配合乌迪尔能尝试着抓一下。细节方面做的还挺好的，对吗？哎，不是钻石局了呀，得认真打了呀。大师还是有点说法的。对啊，大师局还是有点水平的。就不能当对面是小笨蛋的打。他不是刷上去了吗？对啊，这佛爷哥在上半区吧。该下来打了，打架了，这波应该都在下半区。快点杀一个呀，没蓝的。下路优势辐射到打野了，本来他们上半区已经打输了一波了，这波辐射到了就还好。他闪了吗？我这么对啊。对啊，我看卡莎没交闪，你拼个闪现是啥意思你？我还在想是我没看到吗？他交闪现。我刚刚人有点懵，刚刚真有点懵了一下。
哎，就你欺负，就刚刚是不是有人说就他欺负我们小唐啊？小卡拉米随手拿战，还欺负我小弟是吧？欺负我小弟，他直接打死你，死了呀！萨诺好亏，有点亏啊！这波线，哎，他这个兰点燃兰博确实很重要，但兰博都被削了，兰博被削了。没有那么变态了呀，没说过这些无价之宝要拿来卖哦。我回了吗？可能布隆在哦，但是他水银鞋应该没什么问题。真棒！你可以把账单寄给我叔叔的博物馆。大师也不是天天打维护啊，你第一次上大师他会给你14天维护的，然后你14天里面反正可以存的维护是可以最多存14天的，就自己看的，如果14天没打的话就要掉分了。应该能赢啊，就说瑞尔过去应该挺好赢的，我看整体的阵型已经打得很好了。
下一波不走就是你的死期。这一波他现我现在处理好，他不走他死了。我其实一个人也能越，我双招都在，我一个人越肯定能越他，就是那下 Q 空了，我要再等等一套技能 CD 什么，等到我下一套技能 CD 他还是会死的。干嘛？我要关所有人了吗？是啊，我他妈助攻助攻黄金嘛，一杠零杠十，助攻王，能不能给兄弟发点工资啊？应该是杀了，我感觉都不需要我过去，哎，好像需要，我也割到了。
妈十二个助攻了，不过这波蹭到两个击杀嘞，看这波已经蹭到两个击杀了，好消息。天赋可以看某音或者某站，我是发了一个视频的之前。然后打硬斧也不是打硬斧吧，现在打对线带强攻，打团带真不准。不是很想打，我想回家溜溜球。身上钱有点多，我想刷刷一会儿，把饮血剑做出来。现在不出破败了，现在都出饮血剑。很早之前就不怎么出破败了。我的想法，我自从破败改成被动不是主动的效果，我就再也没有出过，基本上没有出破败这个装备。这算是我自己的想法。